哎呀，兄弟们，你看这战队娱乐圈，这 ID 玩组写的，和某个傻逼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？啊，你他妈今天可让我给逮住了，崽种！哎，兄弟们，别问我为什么要打这个狗日的啊，问就是他现在挑衅我啊，这不能忍啊，这不能忍啊！平时我在定心二十打生化 Z， 我遇不到他，今天哎，我他妈，你可算让我遇到了弟。啊 ，J3 不多 BB 啊，上次那个林正英啊，是贴吧那个小巴改的名字，真的是，我还打错人了。但这个叫王祖贤的，确实是鹰狗本狗，哎，今天来干他就完事儿了。那么开局，我们在大桥下遇到了王祖贤，他选了一个南瓜，南瓜罪不至此啊。好，他拿着一把白嫖的深渊，发现一只小芭比，但他非常的害怕，他又退了回来啊，然后把小芭比给电死，哎，舒服。然后王祖贤蹭了我的一个助攻啊，僵尸稍微变多了，然后鹰狗立马就缩回了后方，老怂逼了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只是一个 bot 的欧巴桑，哎，来还来个大肥。厨师大肥，好，英国拿着他的机炮过来喷了一炮之后，他又退回去了，真的是老飞我，知道吧？啊，好，我们看英国在干什么？英国在刀一个挂机的 JK 芭比，哎呀，属实震撼，然后把人都给抢掉，真的是，兄弟们，这叫震撼，知道吧？啊，挂机的孤儿把他弄死啊。然后这个王祖贤看到僵尸一多，他又退了回去，不过僵尸好像都发现我了。好，别急啊，别急啊，咱们垫了个小芭比啊。这个诸神的生化三是真的很强啊，真的很强，尤其打针对这一块啊。好，有两个死妈的挂机孤儿，还有两个 JK 的小芭比，全是 JK 的小芭比，哎，来嘛，电死这种 JK 学生妹芭比、哎。好，弟弟，踩了混沌蛇的话，你是难逃一死的啊。咱们先换个子弹就去电死他，哎，诸神的话，在生化三有士气之后的话，挺痛的啊，打针对更痛啊。好，咱们捡个箱子，不捡子弹啊！啊，又是个挂机的孤儿，把他电死！哎，那么远处。